有亮眼外形，加上独特美嗓的韩非，自宣布出道后受各界瞩目。遗传爸妈王中平与浩然演艺基因的他，清新脱俗气质让许多网友封他为最美星二代。他日前惊喜现身日本东京，在街头弹吉他演唱多首歌曲，甜美嗓音吸引不少路人驻足。来看我的直播，就是我们企划大魔王给我的一个大挑战。其实在准备的时候还蛮紧张的，因为真的是很临时的一个任务。然后今天很谢谢所有来看我直播的大家来陪我一起完成这个挑战。虽然说中间可能因为就是可能还整个表演还不是说到非常完美，那我之后会更努力、更加油，去让我的其他每一场演出变得更好。然后真的很谢谢大家。我觉得我有在慢慢做一些心理建设，但是当然知道很多事情都还是有风险啊。对，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把风险，就是这个状况。韩爸爸就很重要，我今天变韩爸爸，有当保镖。韩爸爸第一时间会站在前面。给我
比较多压力其实是真的是学校课业压力、升学压力，然后包括之后后来到国外，然后要自己学会独立，然后因为都是上网课关系，所以比较没有办法跟朋友接触，这些都我觉得有一段时间其实我还有一点小忧郁。有一次好像就是去完图书馆，就是念完书，然后我就自己走到一家卖台湾牛肉面的餐厅吃，然后就边吃边流泪。为什么会决定休学出片这样？哦，这件事情其实我想蛮久，尤其是在多伦多那段时间，因为我自己住嘛，然后比较多自己独处的时间，所以我就常会自己就是每天思考，就是不管是思考，虽然说对我这个年纪来说可能会觉得这样讲太重，但就是真的会思考人生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就是这样子的生活真的是我想要吗？我未来4年我真的会想要就这样子讲？我有没有别的更想做的事情？让我人生有没有别的不同的可能？我觉得这是我会常常反复问自己的事情，因为我觉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对，然后后来跟爸爸妈妈提出我的想法之后，我觉得他们很尊重我的想法，然后他们也会跟我提出他们的建议这样子。欸，可是如果出来出道啊，或许可能不一定有，但是可能会有遇到一些粉丝的一些疯狂行为啊，像日本 AKB 就曾经有粉丝攻击艺人啊，在签名的时候，那你如果碰到这种，你要怎么去面对？我觉得我有在慢慢做一些心理建设，但是当然知道很多事情都还是有风险啊。对，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把风险，就是这个状况，韩爸爸就很重要。我今天变韩爸爸，有当保镖。韩爸爸第一时间会站在前面。对，像女儿要出道，就是爸妈就是那个艺人来，给什么建议？诚实的面对你自己的工作。那其他的，我相信呢，有比如说他的唱片制作，我也都没有靠近，就是让制作人跟他沟通。那我相信这是他自己的一条路，自己的人生，要靠他自己走。我其实比较实际耶，因为我们毕竟也进这行这么久。那我当初就有跟他讲，我们选择了就是努力做好他，用心做好他。那演艺圈有时候并不是说你多努力、多用心、多认真，你就一定可以走得很长远、走得很好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做了这么多，但是好像不如你的预期的话，我说那个时候也不要觉得很自责，或是觉得好像跨不出去那一步了。对，你看妈妈当年走不下去也是后来就结婚了。不要鼓励她结婚。我后面要讲的就是说，走不下去的话有别条路，不要学妈妈。